主轩，哦，阿兰，亚玲，南姑娘玲，南客户今天来电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江巡的黑风书店，哦，阿兰，你的亚马苏，阿兰，各位亚马苏，诶，主笔，哦，下午请出，来，甲咱各位今天，大家进行学习，诶，这个音乐。那同学，我们知影讲，吼，咱在座的各位前辈，咱较知影，伫咱今年元月初一开始，吼，伫咱爱上办一个活动，这个活动是啥物？来叫做弥勒家园。什么是弥勒家园？这个弥勒家园呢，是针对着咱，吼、哦，咱65岁以上的老菩萨，吼、哦，65岁以上的老菩萨，做一个呐居家的照顾，照顾。那为什么呢？咱点啊说，吼、哦，咱领导点啊说，会有这个逻辑，想要来办这个活动？其实，伫早年呢，咱点嘛，师就一直希望讲吼，伫咱永远道内底，吼，咱会有一个吼，护老菩萨，伫遮养老的这个吼，一个所在，就是咱的人来讲来讲日照，吼、哦、日照。那为什么咱的领导团师伊会想要办安办这个活动？因为伊感受着伫咱道场中。哦，咱一挂老菩萨一直落来，对伫道场，一心奉献，哦，帮咱安那，帮咱伫个人讲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一路来为着咱的道务，为着咱的照顾咱的道亲，亲上体下来伫个帮办这个道务，是即嘛年岁有啊，哦，年岁有啊，有当时啊吼，虽然讲是行住路段。啊，主路若是无清口的吼，佫袂晓讲要主要安怎主受息来互咱的吼、哦、老菩萨用。较有缘的老菩萨，佫甚至讲吼，伊着爱安怎家己住，家己住，80到90岁啊，吼、哦、80到90岁啊要住吼，袂晓住，啊有的佫吼毋爱住啊，啊着安怎着凊彩食。好学吼，其实曾经伫咱迄落伫电话师交代讲，咱来去关心咱国祖的即、這个咱的吼咱的前程。那好学吼，伊访亲的时阵看到啥？看到咱个老菩萨。哦，我去的时阵吼，干那一碗树枝啊，啊食一顿饭。啊，我甲伊讲，啊若今仔日无煮菜，伊讲吼啊不断煮啊啦，食到啊啦，莫搁变啊啦。啊一碗树枝啊，安尼配一顿的。那或许嘛，看到讲吼，咱的老菩萨一碗茶，或者是讲一碗菜，吼、哦、啊菜着咱清清落落的，甚至嘛有迄老菩萨，伊伫饭内底，甲伊今仔日要配的菜，拢落伫饭内底用煮的。啊，或许甲伊放放伫个桌仔顶，吼，较计是迄是熏的，讲啊，迄熏啊，熏到桌仔顶，伊也讲啥物是熏的，这是我下昼要食的饭呢，够惊险。不学吼，看到这个情形，我拢会做心痛。会做心痛是安怎？因为老菩萨身躯边无人通照顾，无人通照顾，啊，所以讲，咱即个，咱领导点啊说，吼，伊会有这个逻辑，想要办这个弥勒家园，不学会非常的感动，啊，非常的感恩。非常的感恩，所以吼，佛法吼，真的尽心尽力，吼来咧鼓励佛法之祖的老菩萨，目前佛法之祖的老菩萨有5位参加，吼，后续也会再吼再次来鼓励还没有进入弥勒家园的咱的士大人，吼，后续吼，拢安尼甲佛法之祖的老菩萨讲吼，你一定爱明白咱这个弥勒家。因为咱看到老菩萨。
是红鹤的爸爸啊，啊，坤德就是红鹤的妈妈。但是红鹤有这么多爸爸妈妈，我做一个小组长的，我学刚教过领导。啊，你若讲吼，食无好，穿无好，我较敢袂心安，你不会呢，吼、哦，嘛袂心安，嘛袂快乐呢。那因为有咱客户真想无法甲恁接应来你就加入，做过咱人民就加入，互恁会当有心，甲心一个安顿，互客嘛开当安心呢。那么咱即个要入来你就加入吼，嘛、哦、有条件呢。多进钱，吼、哦，咱台湾是慈悲人吼，原本是讲吼，咱寺院就要照顾咱亲口的老菩萨，但是吼，会、哦、有一个问题就是讲，比如讲吼，一对阿公啊，一对夫妻，那若是讲吼，咱昆德的老菩萨伊亲口，啊，尹先生无亲口，啊，这个时阵咱甲昆德的老菩萨接入来，啊，咱天德的老菩天德的老菩萨伊无亲口，啊，拄啊昆德老菩萨入来的时阵，啊。先生在吃什么？这是说我们天德的老菩萨有情靠，他太太有情靠，如果说我们只把这个情靠的老菩萨接入来，他太太在吃什么？啊，也是去考虑这个问题哦。所以我们点数也非常的慈悲，说如果是这样，只要夫妻里面有一位，有情靠，还有65岁，他在外面伊就会甲咱甲伊个德性来扶持伊个翁婿，或者是伊个翁婿来扶持伊个太太，做伙进入咱个婚姻家。礼拜正真正做好呢，咱一礼拜有几工？为拜一到拜五，下早8:30，吼到下晡5点，啊，咱就是中昼伫遮用餐，吼啊，伊妈妈伫遮用餐。真长，感觉真多费用，感觉真长偌济，50块，啊一工啊偌济，100块，吼啊咱二楼阁有环境呢，中昼会当伫遐休困哦，一工100块，啊好选迄工吼，着甲伊算看讲吼，咱今仔日个菜，吼今仔日咱个幕后工程，咱厨房个咱个材料，伊甲咱准备个菜有几项。我看安尼算算拄啊，8项菜，1项汤，3项水果。各位谢谢我们热烈为我们厨房的大的谢谢，真的很有心诶、欸。咱伫厝里够人食食好，有无？无啦，我看这少年人，咱伫厝里讲3项菜，啊1项汤。无简单啊，咧，就是讲骨力型的啊、哦，是咱的浅显易，吓，然后恁老婆生入来到咱的道场，吼、哦，营养无够，食无素食，食袂饱，食无够营养，哇、哦，咱的浅显人会煮，尽量煮，啊，我刚刚算算的8项菜啦、啊，各位浅显，真的是，啊，咱今仔刚闻到，咱今仔咱有这个道场。哦，有这个道场哦，我选你讲去土生，哦，去邀请咱大墩咱土生土太太，去甲伊邀请入来咱个庙家园的时阵呢，迄个新妇少年土太太，伊就甲我讲吼，讲，我甲阮隔壁讲吼，人阮一贯道，人一贯道的道场，我办这个庙家园来照顾这个佛教，来照顾这个老菩萨，一工才100块尔呢，哦，伊隔壁迄吼，有一个讲吼伯啊，含阿婆啊，阿婆啊，伊无钱靠，啊，伊就甲讲，甲婆太太讲，讲甲伊就爱甲我问啦。问讲阮嘛要来，敢袂使？各位亲戚，咱今仔日办这个灵教，是针对啥？针对咱的老菩萨，哦，针对咱道中的老菩萨。为什么咱要照顾伊？是因为咱的老菩萨一路来为咱道中牺牲奉献。那么咱今仔日所办的这个弥勒家园，就是要安那，要展现着咱道场的伦常，实践咱修慧办道的精神。啊，所以讲，不是咱老菩萨来，拢甲咱放伫遮哦。咱有
一个啥弥勒团队，咱弥勒团队运用非常的坚坚强，咱有真侪个年轻个老菩萨，甲咱老菩萨，安那来甲咱关心，来甲咱照顾。或许吼，啊，看到咱家年轻老菩萨，他们很有，他们很有朝气哦。哦，等下啦，吼，哎呀，你讲的实在有够多啦。或许刚刚讲吼，咱电话师吼，吼我半点钟，是来半点钟无够，那下当日刚好爱办一个直播会。哦，请咱这弥勒团队，咱这年轻的前线呢，起来甲咱分享讲吼，咱伫这段时间内，咱的感受。我们的感受，人讲吼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啊，咱伫这段时间，咱安怎伫吼爱和老菩萨互动的这个吼、哦、这个心得，我、哦、相信讲咱的后辈，咱的这个人才拢会有感受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我们咱这两礼拜来，吼、哦、咱老菩萨伫咱的弥勒宫，因安那因生活的这个情形。好，我们请。去年请写来跟各位请见，哦，把这个样品帮我们画。一开始啦，哦，透早咱八点半来的时阵，咱在做啥物？做运动，哦，做体操，哦，咱是有拢有法啦，有一寡活动的哦，不是讲吼为着要食这两顿，起来这个运动，而且咱就讲吼，好各位请注意看哈。在鼓励我们，这是我爸带领咱过去的来学医的知识。啊，咱这吼，这有无有啊？中间有一个卖药啊，这个卖药就是一个稍微一个小广告，但是其他卖药啊，不是哦，就是在活动哦，哈。收到伊个。所以看咱弥勒家园的老菩萨，伊都在里面。没有亲爱的病，小桶家，有的是老师，没有亲爱的，没有相互。
就是咱这两礼拜来，咱弥勒家的老菩萨，在咱爱上佛的哦生活的经验，有好无？好哇！哦，足好啊，真正是足好啊！哦，而且呢，咱一个月加两千二啊。不学哦，你刚听到咱一个曾太太伊安尼讲，讲咱基地啦，吼，讲咱附近的基地啦，伊伫咱下面嘛，有咧办这个灵节，啊，伊就是拜因到礼拜，啊，一个月偌济，一万块，啊，咱看看哦，咱弥勒家园，吼，所办的虽是一礼拜拜一到拜五，但是安那敢那两千二，哦，所以讲咱办这个弥勒家园。绝对不是为着要赚钱，吼、哦，是为着赚钱哦，是真正讲究着讲吼，要互咱老菩萨有一个安顿的所在。或许呐，即咱的哦弥勒家人的老菩萨讲，这有够好个啦，因为安那第一，以前伫厝里吼，无人分煮互阮食，啊，我爱家己煮，啊，搁分团煮，啊，一项咸，吼、哦，若煮了上外卡，食两工。嘛伫咧食，啊，着一项叫吼食三顿。啊嘛有人安尼讲讲吼，拢毋知要去底找人讲话啦。咱要去找人，人无伫个上班咧上班，吼、哦、啊有个人嘛无银行陪咱，啊所以讲有脚行无路，有脚行无路呢。各位亲戚，咱即有即个弥勒家园，吼、哦、有即个弥勒家园来伫遮。咱大家做伙伫遮安尼学习，啊做伙成长，吼啊伫遮，咱拄只电影片内底，咱有看到啥？看到讲吼，咱的这后辈，有陪甲咱的前显像啥？像毛笔字，吼，各位老菩萨，你有偌久无摕毛笔起来写字啊？迄字真好嘞，甲咱写毛笔字，吼，啊学咱学画图，学咱画图，学咱去创意讲吼，我想要画啥物？甚至后续，伊刚看到咱个阿尊组长吼，哇，够厉害了，迄个 idea 有够好个。伊家老菩萨讲，来，咱来画花，画花啦，画鸟啊，画日头，吼，啊，咱个日照老菩萨真正画起来，每一个人个创意都不一样。画起来吼，咱阿尊组长哥吼，有够自卑个，大家拢一百分。啊，后续就传互伊吼，因为后续诶，即组个老菩萨。输入哈，互他就甲伊加入 line， 啊，互我就甲伊吼，甲伊爸爸妈妈，伊咱吼，伊就甲生活经验传互伊，他们都很感恩，有够感动的啦。吼，啊，咱佫有教啥？教咱做啊，做馒头。吼，互他听着讲，咱的前世讲，我要食八十几岁啊，从来拢毋捌做过馒头，原来要做馒头，爱佫拉面粉。各位亲戚，做
出来，哦，这就是馒头啊。啊，伊知影讲，要做一个馒头，就爱经过烂嘞。这嘛是经过切割到外哦，哦，安怎啊？互伊关，他做出来，哦，家己吃，家己做个馒头哦，比外口伊更较好吃。佮咱呾包水饺，哦，佮咱包水饺，啊，会使来互咱运动，哦，啊，咱个前线啦，讲啊，我运动无够，佮有大奖金，互咱伫咱吼，咱个年轻个哦，下人才呢，佮咱做伙伫遐，安尼互咱打金。或许吼，咱即个，咱即个吼，可能江春枝老婆在伊阿姨讲个，伊讲吼，伊先生迄阵啊无来伊食个时阵。因为张妹妹身体无好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拢规工都在困，若无倒伫床床伫咧困，就是坐伫椅仔伫咧困，有讲规工拢伫咧困。但是自从咱入来咱个医疗家庭了后，虽然是两礼拜尔哦，食真好，啊，困敢有困好？嗯嗯。佮前些我甲你保证，比咱兜佫较舒适。哦，棉被是非常的温暖呢。啊，咱遮穿个阁是真好哦，哦，遮食好，睏也睏好，阁有睏有人陪咱白白运动。啊，所以讲咱白白虽然来咱娱乐家园两礼拜尔，确实拢好起来呢。头前吼虽然讲是也爱死，啊，我要行路，安尼那个步步难行哦。但是呢，这两礼拜来吼，这个咱白白伊家己吼，咱太太咱家己帮的，啊，互伊伊安尼行。讲下骹吼，下中两厉害，下中两厉害，所以讲吼，咱医疗家庭，这是一个真好个家庭。咱阿袂只是咱医疗家庭个老菩萨，这是咱个机会呢，嘛是咱个资格呢。哦，其他哩咯，咱若是咱一贯道个地主，咱若是亲口个老菩萨，咱敢会当对吧？会当啊，因为咱毋是为着要照顾普天下个众生。咱是为着要照顾咱道场中的亲口老菩萨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这就是咱的福报，咱一定爱好好啊把握，哦，啊，咱拄只做那个啥，咱伫遮卖当行棋，哦，行象棋，哦，跳棋，这拢会使哦，有真侪活动，拢是咱年轻的前贤用心，哦，伫策划，伫想讲要安怎来给老菩萨。咱来伫遮听到啥物？啊，咱看到咱个金珠前线人吼，他还用心良苦个，一直伫想讲，我伫喊咱个老菩萨分享啥物故事，加一脑汁，伫啊人伫想遐以前吼，我经过个遐因果个故事，来甲咱各位前线分享。哦，那伫咱即个弥勒大堂内底吼，或许有邀请咱一个前线要来甲咱分享伫弥勒。咱弥勒家庭这段时间，你来你家生活的情景，那各位谢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好、哦、来，阿修美，欢迎阿修美，这是欢迎在老菩萨啦，阿修美来咱的弥勒家庭，礼拜啊，哦，感受真济哦，啊，你来甲咱分享哦，欢迎，谢谢。我就是就是新疆人，名都未修好。我就非常常常不管这种来啊啦，你说人家破病啊，啊，作为我这小弟弟，小弟弟我，不叫我话给人。哦。啊，可以，不只我是向我的啊，印尼来破，破大我的啦，我请来是，我先叫，伊让他轻轻把人破好。有回家来，我那边在想，把时间搞得等我刚割下这刀呢，那过几刀呢？啊，我那比上好了点啊。啊，我过几集了，我那边老王会的，改老王会修砖的。啊，我刚下了这个，连掉刚下这个平那里平一个，把这个地也干，一边修一边干，连掉变明星了。不要回来了，那我喜欢干的怎么样？那也不不就好命了，好命啊，他好运啊。啊，第一点是感谢这几天啊，这几天大家的服务啊，比咱是地，
后面接头的物件咧，你来去管就拢袂定啦。伊用动作有通配合袂定啦，这是我感谢起来的。啊，我买来买到我买到一个感受，讲咱遮的五六十，足好个对啦，好安怎哩？你钓不过我，我讲我做笑话了，讲我像伊搞人比人啦。啊，就来咱遮这这些青年拢拢是咱的。好啦，错个拢听嘛。啊，五六十，大家拢总拢总会晓算个对啦。上下一人咱自己，辛苦不好咱有经验，咱自己咧，咱只好用上这镜头安尼啦。我钓鱼也是常个钓鱼，也是常咧用上这镜头啊。钓鱼。啊，钓鱼时有用那镜头嘛？那我们可以话，你钓鱼，你钓钓鱼，你钓，你钓。政府可以安尼对啦，但是从额度啦，啊是学一寡经啦，啊写一寡字啊方便啦，不要写到平话就忘记，我想到朋友来啦，讲起来是那是特殊的所在能力啦，啊，咱的经理，甲咱办这个，你着加项目是欲为着咱的核心价值啦，哦，核心价值，我讲啊，真正我过去嘛，无人听讲我身上啦。你煮这调味料，你煮叫，你买物件来，咱就买去上铺。啊，你以前都新鲜的，你都来买别煮别咯。我咱在老山里吼，搞不得，等个好消化来，都够用的。啊，大家我伊，咱的朋友他。伊嘛不会爱计较啦，我有一个考试公的学生啊，一班都在那里啊，那是要捐一班钱啊，需要的。啊，爱来报名参加啦，我已经参加两礼拜。哦。伊报名都是我来啊，你啊，这个同学你教，我阿弟向我来来讲，我们去，我咧今仔去问。这附近呢，这养老院哦，啊，也是那个，这个老幺幺幺，啊，你看，你问啊，我看都别下，反正人工叫他，我去关机啊，反正不是很多啦。一提哦，那不是讲说，那讲说是提哦，那就想现在还不对啊，也要那不要注意啊，加好牌啊，啊，不讲。我买迄影片哦，是阮家只两礼拜，迄伊讲安尼摕回来，会无用啦。啊，报销书只有看过啦，咱只做着咱做咱，咱只好处啦，你来只有好处啦。哦。啊，你讲那个去年做一家的，中国伊那海产甲啥物来啦？无，无有一间好处。
非常的好。吼、哦，咱拄只咱互相会啊，讲来讲养老院啦吼，嘛无咱遮遮尔啊舒适呢。吼、哦，咱去养老院啦嘛，无一定有住宿舍的呢，住啊遮尔啊澎湃，互咱食呢。啊，而且呢，嘛无有积分。吼、哦，咱遮出入而且甲咱照顾。啊，所以讲各位亲戚，这就是咱的福报，就是咱的福利，咱一定爱好好啊珍惜。吼、哦，下当来咱弥勒公园的老菩萨，咱一定爱用用，因为这嘛无袂讲要爱。哦，无哦，足侪位啦，哦，无，袂当讲有足侪老菩萨来伫遮啦，因为咱的房间嘛有限，咱中昼伫遮休困，哦，中昼伫遮休困，啊，无讲足侪房间，所以讲哦，人数袂有足侪。啊，佫有一点，哦，咱亲戚甲我问讲，啊，不过讲我今仔日吼，我要去门诊，啊，我袂当来，要安怎？哦，或许甲伊讲吼，你只要甲咱的伫遮服务的即个指南，讲一个，讲我要去迄落提药啦。啊，是有啥代志袂当来，安尼讲者，人较袂摇摇晃晃。或者是讲我临时有代志，我要出去，吼、哦，我要去诊所提药啊，啊，甲志工讲一下就会会使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各位亲戚，这个所在，吼、哦，是咱老好娘的所在，咱不但来到佛堂，会当接受着佛公的普照，咱搁会当互咱的香火，甲咱照顾，甲咱关心，来好好来安顿咱未来的路。安慰咱的信心，啊，所以讲，各位亲戚，有这个机会，咱一定爱进入咱的弥勒家园。那后续就跟各位亲戚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各位亲戚慈悲，感恩。大众集齐。感谢依华尊长慈悲前道公，昏道公，我们再用最热烈掌声来欢迎他们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休息时间，那就录到十点。